今天7月4号，美国国体，一大早，现在7点多了，今天已经很热了。去给大家买早餐，去买点那个中式早餐，什么油条啊、饭团啊之类的。接着开这宝马去买早餐，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早上7:51，93华氏摄氏度。这家店是叫台湾 Deli， 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奖状，抗战胜利纪念章，总统马英九。杨继光先生，有意思吧？这个凉拌菜，花卷馒头，红豆包，红糖发糕，素菜包，台湾肉团，香菇肉包。这里边有一个这个龙字儿写的有点意思啊，跟龙很像。龙腾图，看这边一个佛，这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微物何处染尘埃。这佛字大家看写怎么样？是不是比较佛系 ？Garage， parking garage entrance。我们来到的这个是 Discovery。Children's Museum， 因为飞机是晚上的，所以白天时间还可以逛一逛 Las Vegas。 把这个球吹到篮筐里边。这是一个什么钻洞，钻过去爬回来。这是一个飞机钻进去，再往上上一层，这是什么呀 ？Sand Dune， 哦，沙丘。Sand。Children's Museum 里边一个小剧场，一会儿有什么表演。水世界。What's that? Pull harder. Pull harder, 可以。这是教你怎么叠飞机，各种叠法。左右在叠纸飞机。Car。OK。你要去 test drive。
doesn't come. Yeah, because it says you need a. No, wait. Oh, I think it. Venetian 酒店前面的那湖上有钢多拉坐这个船还给你照相这还是在那边尼森酒店里边就是模仿一个欧洲的一个什么广场应该是他们要买个冰激凌